那我们开始照例还是依照我们既有的程序啊，我们先来看美股啊，就说道琼昨天是一根有长上影线的十字线，昨天说有经济指标公布 GDP 就优于预期啊，就是上涨，但是后面还是拉下来，所以说一个有上影线的十字线。从周线来看的话，这一周周线到目前为止是一个相对的弱势。是小红 K，上下影线震荡很大。纳斯达呢，开高，然后上影线走高，再往下杀，所以纳斯达是收黑的情形呢。从周线来看的话，也是上影线。费半也是同样的情形，但是费半还是收红啊，虽然它是黑 K，黑 K 上影线，就是往上拉了之后又杀下来。那 S&P 是下跌，也是开高走高往下杀。那我们看美股这四大指数啊，目前来看，今天就这根 K 线都不是很好，黑 K 上影线，黑 K 黑 K，然后上影线。四大指数目前来看的话，这四个指数仍然是多头走势啊，多头走势，但是岌岌可危。个股呢，个股有些就已经翻空了。我们看 Apple 是一个开高往下走的黑 K，这根黑 K 呢，把前面3天的 K 线实体都吞掉了，所以 Apple 这档应该算是有微幅翻空的迹象。那今天还要再一根 K 线做确认。如果说今天晚上的 Apple 是一根黑 K 的话，那么两根黑 K，就说单一根 K 线呢，只能看这一天的多空的强弱力道。但是如果说两根连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一根趋势；要是三根的话，那趋势就确定。那今天这根黑 K 后面要再看，从周线来看的话，是一根十字线上影线。微软也是一根几乎是吞噬的黑 K 呀，但是它的趋势还是向上。后面要等呢。如果说再连两根或三根的黑 K 连在一起的话，那么趋势就是确立反转。你看这边，从低档往上的时候，一根、两根、三根，那么趋势就是确立呀。这边单独只有一根，还有只有一根，只有一根黑 K 的，它没有连续的形态，那么只是一个短幅震荡。如果说是连续好几根的话，那么就是趋势啊。像 NVIDIA，它这个趋势就是翻空的趋势，就从上面下来三根 AK，一根红 K 小反弹，后面又是连续两根黑 K。NVIDIA 从短线来看的话，它这是一个趋势已经是往下翻的走势啊。那它的周线呢，仍然是在上下两个区间震荡。所以说，上面这个反压目前来看的话，短时间应该是过不了。那 Meta，脸书的母公司，一根长黑 K。所以我们昨天说啊，你不能单单看这根红 K 呀，你要从这边开始看，涨跌涨跌涨跌，有点像一个左肩，然后头右肩下来。那它这根黑 K 啊，把前面这些都吞掉了。如果后面接续在两根连续的黑 K 的话，那么趋势应该算是翻转。其实从这高点下来啊，两根黑 K 一根反弹，这一根黑 K，这四根 K 线看起来应该是一这个趋势应该是已经往下了，应该往下了。但它抵挡还有几根均线那边撑着。就是看它会不会再持续震荡。Intel 也是上涨，Intel 上涨，跳空涨，但是一个小红 K，并不是很强。那 AMD 呢，高档的黑 K，趋势仍然是往上。Google 呢，Google 也是长黑 K 啊。所以说，如果说你从这边看的话，黑 K 下跌，反弹再下跌，这四根看加起来一起看。这个盘是，这个 Google 应该是已经往下翻了，
像这边这个样子，下跌，两根红 K 往上弹，又重新下跌，它这个趋势啊已经反转了，所以目前它这边再连续一根黑 K 的话，那么就是确立趋势反转。它的周线呢，挑上高点不成，那又一根黑 K。啊，特斯拉高档红，高档黑 K 长上影线，一个头、两个头、三个头、三尊头、三尊头。我们再看一眼美元指数啊，仍然在低档，还没有往上翻的迹象。所以说，我们看美股的情形呢，就指数都是黑 K， 在高档，虽然还没有往下确定是往下翻，但是岌岌可危，而且都是黑 K。那这美股七雄呢？美股七雄已经有好几档，目前看来已经是下跌趋势了。那有些还在那边横盘的走势。所以说这些下跌趋势的个股啊，只要再加一根黑 K， 那么趋势就更加确定。那这种横盘的话，就等于跟黑 K 看什么时候破趋势。所以说美股来看的话，并不是很好。但是今天晚上美国股市还是有经济数据要发布，但总不能你每发布一次经济数据是好的，你就涨一次吧？那你每个月发布，每个礼拜发布，是不是每个月涨，每个礼拜涨？那昨天他公布的 GDP 又逾预期，但是行情往上拉了之后又往下跌，所以说今天晚上这个经济数据啊，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反应呢？要怎么反应？那我们看台股，首先加权指数啊，今天量蹦得很大，四千多亿，吓死人。所以量增，价涨，但是它这个价吼，它这个价没有涨得很大，因为它的 K 线实体很小啊，不像这边的 K 线实体这么大，连这边的 K 线实体都跟它差不多，所以四千多亿啊。那加权指数涨，我们看它里面是如何构成的，就说传产的话是小涨，那基本上它算也是一个高档震荡啊，这种小涨小跌，趋势没变。金融类股呢也是往上涨，那电子类股这个量真的很多啊，长下影线小红 K， 电子类股里面半导体呢大量小红 K， 啊电子零件就没增加量了，但是一个十字线，光电呢十字线。电脑周边呢量增加很大，然后小红 K。 为什么今天台股的量蹦那么大呢？主要是最后一盘呢、啊、最后一盘的五分钟你知道多少量？1200亿啊，那个五分钟就1200亿量就下去了。我们看这1200亿是怎么分布的，你看加权指数这五分钟线最后那一根，这个量是1254亿，这1254亿里面呢，这金融保险是占了116亿啊，金融保险116亿，电子类股呢911亿，所以这个量哦蹦得相当大。那电子类股900多亿呢，我们再把电子股里面细拆，电脑周边215亿。大红哎，半导体呢495亿，但半导体495亿，电子零件72亿而已啊，那其他就比较少。那我们从类股里面看，我们再把它细拆到个股，广达，因为我们这边用十分钟线来看的。因为那个用五分钟线的话，它只有一个点呢，一个点，我们在这边不好秀，所以说我们用十分钟来看，广达大量往上拉，台积电呢也是大量往上走。那我们看广达啊，
他最后一盘拉上去，可是从日线来看的话，他整个仍然是当劝的，仍然是下降趋势，仍然是下降趋势，那上面好几条均线压在那边。那台积电呢是在下影线的小红 K， 如果说没有后面这一盘拉上去的话，那么台积电应该今天是一个黑 K 的走势，黑 K 啊。那光宝科也是大量往上走，那这边也是一根小红 K， 它往上拉这么大，红 K 还那么小，表示说后面没有这一档，这一档往上的话，这个 K 线应该是黑 K 啊。那智邦也是往上拉，你看智邦这边啊，这边有上影线，下跌反弹又再来一个上影线，啊，这边都上影线，然后这边的反压很重啊，这边反压很重，它就算是下跌，就算最后一边往上拉，往上拉拉了五块，虽然拉了五块，可是它的最后收盘仍然是跌了五块钱，整个趋势是往下。那创意呢也是往上拉，往上拉。那技嘉，所以技嘉已经三天了。那星星也是最后一盘拉的股票，那有往上拉也有往下杀，你看伟创最后一盘是下杀的量，下杀量很大，所以这边仍然是弱势啊，仍然是弱势。那四星 KY 呢最后一盘也是几千张往下走，往下杀，那这边周线是个小黑 K。所以啊，这不知道报纸有没有这样的讯息啊，不管报纸有没有，我们基本上都会回去啊，我们每天都做功课，我们基本上就会回去把这些最后一盘是往上拉的啊，最后一盘是往下杀的，我们就说因为我们这个判断行情需要，我们都会做张把这些个股啊、张数啊、涨跌啊，我们都会把这些弄出来，把这些明细弄出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投信调整比重啊，或是这些指数调整权重，他们是哪些是他们增加的，哪些是他们减少的，哪些他们今天买进的，哪些他们今天卖出的啊，基本上我们做功课，这些资料都会把这些做出来。那既然我们做出来的话，那我们投资朋友想要，我们一样会送给我们投资朋友。所以说我们这些资料做出来，如果说你也想要的话，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好友，我们会把这些资料做好之后，不但我们自己用，你有需要我们也送给你，我们会贴在我们的LINE里面。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扫描我们的 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好友。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你赶快扫 QR Code，那我们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持续报告。你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富专线02-8512-5858。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2-5858，8512-5858，鼎业投顾。SBN 财经台。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就我们看美股哦，美股指数四大指数大部分都是十字线黑，那美股期权呢也有几档股票是往下翻的。那台股啊，我们之前有研究，台股的转折点跟美股的转折点几乎是同一个时间点，差不了多少。所以说，一旦美股如果往下转的话，那台股从这一波的反弹往上涨，已经涨了1400多点。那涨了1400多点之后，美股如果说往下翻的话，那么台股也有可能跟着往下走。啊，所谓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就说我们做多的投资朋友，如果说你做多从低档上来的话，那么这个时间点你应该是要考虑秋收的时候啊，你要有获利的股票，你要慢慢一个落袋为安啊，落袋为安，就慢慢要秋收。如果说你只做多不做空，那当行情往下翻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所谓的冬藏啊，就是等啊，等下一次再往上走，等春天啊。那如果说是你多空都做的话，那这边秋天秋收之后啊，我们从北半球就搬到南半球。那南半球又开始呢，重新开始再来一个春耕夏耘呢，就是往下做，往下做。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抓转折点呢。你抓那个转折点的重要性呢，比你去抓那种强弩之末的零零星星的涨停，就是往上涨的股票重要啊。所谓的机会成本是什么？机会成本就是说，你钱用在这边，那别个地方你如果有比较好的，你就不能再把钱用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说如果你把钱花在或把时间花在去找这种强弩之末零零星星上涨的股票，你还不如去找就是说往下重新翻的时候那个跌势的起跌点呢，跌势的起跌点呢？为什么你做多，你到现在还在找那些零零星星会往上涨的股票？因为从低档往上翻的时候啊，涨的时候那个起跌点没抓到啊，没抓到。我们有抓到，可是我们抱不久啊。那我们检讨之后，我们也知道如何因应啊。那你没有抓到。你没有抓到低档的转折点的话，那么到高档的时候啊，你就应该要甘愿了，你就要甘愿了，不要再说低档的时候不做，高档的时候冒那个险呢。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目前的手中的股票啊，就是光宝科，今天也是尾盘拉上来的，这个偷袭啊，真的是。所以这个我们是23号做的。那价位107，我们都交代的清清楚楚，这个日期、这个时间、这个价位。那今天呢，收110啊，所以说这档我们亏损的比例仍然控制在5%之内啊。我们就算亏啊，我也跟你照实讲啊。那我们一定把比例控制在5%啊。那广达205，23号205。说这个日期、这个时间、这个价位，今天呢收203，所以我们还赚了2块啊，还是有赚的、啊。
那旗宏27号做的，9:13:315，这个时间点。所以说我们之前呢、啊，我们之前是收完盘之后再把那个时间啊抓那个时间，收完盘之后再抓时间哦，显示说是这个价位。但是现在我们扣讯发出去，我们就直接就抓图了，就是所以说这个是绝对就是这个时间，就是这个点，要不然我们为什么刚刚好就在这个时间点去截图呢？所以9:15:315啊，所以11月27号315龙就卖出，今天收308，所以这档还赚了7.5块呢、啊，赚了7.5块。它这个哈、哦、仍然是下跌趋势、啊，下跌趋势、啊。那见准呢，27号95块，同样是call讯发出去就截图啊。只有到这个时间点的走势，后面的就没有了。所以这档啊还是亏3.6块啊，那我们亏损还是控制在5%之内啊。啊，台光电，27号9:43，这个时间点9:44，我们43分发 call 讯，44分截图，当然是落后一点了、啊，407。今天它有上涨啊，上涨之后我们还是赚了27块，赚27块。那台药10:24:119，这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截图啊，你看后面没有走势啊，只有这里。这档亏4块啊，亏4块啊，那真的是为什么我们要情愿去忍受5%的跌势啊？也要抱着这个股票，你抓这个转折点呢、啊？抓这个转折点比去抓那个零零星星的上涨的股票重要啊！为什么？你转折点一旦抓到之后啊，转折点一旦抓到之后，它行情往下发展呢、啊，你一路啊一路就很安全，又安全又有价差，又有价差。但是差别是哪里？它这个转折的时候啊，转折的时候都会有点震荡，转折的时候会有点震荡，所以说我们这个震荡要稍微忍受一下，忍受一下。尤其是另外就是说，我们是投资组合啊，我们不凹单股啊，不赌个股啊，我们是看了趋势之后，用一个投资组合的方式啊，来操作。所以说，转折抓转折点比去抓整个大盘强弩之末的这种涨的个股重要啊！你看秦晨这档下跌之后一根小红 K， 你看昨天涨停之后啊，今天开高走高，要你如果说看到这个趋势去抢的话，你今天刚刚好买在这个上影线。所以说大原则比个股更重要。什么大原则？我低档没进到我就甘愿了，那高档我就不去追，涨了1400点你还去追这种涨停之后隔天再往上冲的股票，这个风险很高啊。但是艺高人胆大，你赚得到我们也真的很佩服啊，但是我们真的是比较保守。那你看银邦好了，银邦昨天跳空涨停，你要是看昨天跳空涨停今天开高走高你再去追，你刚刚好就掉在这边。尤其银邦跟秦晨今天都是带大量啊，今天的量比昨天量多很多，这两档都是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没有看大盘，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原则就是看大盘，先看大盘再看类股。大盘由低档往上走早做多，大盘在如果说在高档的话我们不去追高，这是原则问题。
那你就算有办法去追高，追到涨的股票，那个是你技术好，但是你这个大原则没把握住，你去追高档的股票，大原则没把握住，你就会像秦晨今天这个上影线，或是银邦今天这个黑 K 实体里面，你去追你就套牢。这边这两档今天的量都相当大，一般出货的模式都是这个样子，第一天跳空涨停，第二天开高，然后去追，通通又倒给你啊，你要多少有多少啊。所以说你真的是要小心了，抓转折点的股票比去抓这些零零星星上涨的股票重要吧。那今天后面尾盘有往上拉或往下杀的股票，我们会做一份资料，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加入我们的 LINE， 我们会贴在我们的 LINE 上面。那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